我就是干子了，而且。缝子进去，但那我就给干了，哦，我就把门关起来了，栏杆了就把门关起来了，关起来我就住在那个小铺上头，小铺上头，哦，后头我就听外头嘎巴哗啦，他那个房子倒了，倒了之后他这个绳子做的手瓦皮啊，对我这个布雷就粘扎到了，布雷扎到了我这个窗户缝就崩嘎了头了。 这下往外跑，房子就扑下来了，扑下来的时候，上面柱头就把头摘下来，最后柱头就压在我身上，跑不回来了。我就守在地头，那时候喊救命啊，救命啊！一个人都没有，没人救。我老公在外面，我在家里头，后头就用柱头把我手抱回来，拽回来了。拽回来的时候，就是这个头上的血就搞得胡乱上了一样，就头上这个洞，一边一个洞，两个洞。